好嘅，我玩几成 game。咁少喺墙角做乜鬼啊？因为你只水母喺嗰度啊嘛，应该想打你只水母嘛。咁你都唔黐呢张墙角嘅墙。唔係喎，應該卅號先轉鋪喎。唔係喎，睇下嗰個低 B 低 B 必得先，有個六趴必得㗎，我記得。六趴傻邊有幾多號開？六趴傻。哦，系啦，29号转铺啦，29号到31号系冇新角色嘅六趴铺，4月1号就系有嗰两只，有嗰只宝石机同埋炎玉老师嘅玉六趴铺。可以一次佢用曬嗰九張轉世券係爽，啊！不過最尾嗰關93都係要打，不過起碼係打掛，起碼唔係打，起碼唔係咩33又卡卡，你03又卡卡，含住啊！再一下啦，碌加步入水啊，大哥！哎，会秒佢添嗰啲。哎，啊！我以为要再打个跳，啱啊！计一下伤咗，原来。佢食咗反而伤唔高晒。佢食咗一下之后，当佢入咗嗰、那个、那个精数无敌咗啫。嗯。嗰个 frame 无敌咗。
真系惊险啊！屌啦，睇下你唔照嘅几轻松，诶你照咗，你睇下你照完之后，你睇下，咁你判决咧冇照到，啱嘛，冇晒啦啲嘢又，我宁愿你冇照，你头先唔照就要冇扣咧，你睇下，成个人嘅次序乱晒啦，一照完，完全唔知照嚟做乜劲，系咯，系中途。